它下面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小蛋糕，但是不会很蓬，然后都是非常非常瘦的，而且它是若隐若现的，它有内里，它的内里到大腿这边，所以不需要再特别穿什么浅色的内裤啊，不必咯。看我把万用皮带拿掉，我的腰一样小，所以不是万用皮带的关系，是它本身版型的设计。好，然后呢，后面是可调肩带，一样是缩腰的，所以呢 SML 的人全部都可以驾驭。我现在身上出来的这个颜色是有点水蓝配粉，我觉得这是女生很爱的。它这是雪纺纱，超凉，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内里在这，所以其实不需要再额外再穿什么了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长度也够，是可以遮阳的。然后黄色最多被问的就是会不会很黑，其实这件它不是做很暗的黄，对，然后它还配上白色的跟蓝绿蓝绿色，对，所以呢我觉得整件衣服穿起来是很清新的，所以它不一定只是在度假。那我刚刚有讲没有配腰封一样可以很瘦，因为在这边我们经典给他们看，在这边有一个腰封的感觉，腰结腰封的感觉，所以整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三七，完全就是三七比例。